大家好，我是酷哥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部2015年的经典电影《恶棍天使》。这部电影的话，相信绝大部分的小伙伴已经看过了吧？那么其中这一段你再回头去看，依然能够让你头皮发麻、浑身打颤。不信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看。的钱怎么能给你这种杂碎？要走一心，从我身上踩过去。等等，先让我缓缓啊！我一身鸡皮疙瘩还没退下去呢。这也是邓超在电影里唯一一次的海豚音，这一脸销魂的表情，实在让酷哥受不了。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一般不会笑，除非忍不住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酷哥要去洗洗耳朵了。